要加强品牌营销，究竟需要啲乜嘢呢？我用最简单的方式，用一分钟跟大家分享怎样加强你的品牌营销。品牌营销就当是一个人这样的设计就对了。一个人需不需要名字？这个名字就等于你的品牌名。一个人需不需要有他的经历？这个就等于你的品牌故事。一个人需不需要样貌？这个就等于你的品牌标志，或者你的品牌的独特的色彩。甚至乎有很多人只是植入了品牌的表面，不懂得去植入品牌的里面。品牌的里面就是代表一个人的性格了。品牌需要有性格的，例如这块式的牛仔裤，它的性格是比较粗犷的，譬如可能是曼宝路的，这样也都是奔放的。又或者是迪士尼频道的话，是讲明一家大小欢乐的。又或者 Starbucks， 它给你一种就是可以很叹很自在的一个感觉。其实你必须将你的品牌去植入你的性格，你要必须将你的品牌当做一个人这样看待。我刚刚讲的只不过品牌加强的一小部分，在往后日子我会更加多不同的品牌的方程式一一这样去教大家分享给你们听。